可能听到中间的部分会知道吧。对，不然去那边怎么嗨？对，我们在这。哎呀，旁边韩国人，来来来，唱到我们。我们要学一点，假装自己是韩国人。那最后呢，Show me the money，去看那个戏。好，这个会，干干干呀。 嘎嘎嘎嘎，这首就会。嘛嘎嘎嘎嘎，所以是礼拜六我们认识的比较多啦。 Jesse J Park Ray Loco Bill A Bill 百五。啊！一个人化妆，一个人卸妆。看 Lobel 的眼睛。嘉宾要去哪儿？ Happy 啊 ，Happy 是去哪里的？咖啡厅、餐厅。哪里让你 Happy？ 跟哪里让我 Happy 不一样。要不然 Happy 是躺在床上。真的哎，橘子丢在桌上给我收。橘子皮啊，对不对？它丢在桌上。哎，我的司机来了，我的司机来了，我得走了。我出来，拜拜，走。然后橘子皮开了放在桌上。我。 你上次是的，丢在我们家，不是，我想忘记了，想不起来。谁啊？是我们橘子，然后橘子皮不丢。文化差异真是不容易。这是一个韩国文化差异啊。你们在韩国生活怎么样？有什么困难的事情？他们这个也算文化差异。丢在桌子上，对对对。那下面人就会留言说，那应该是酒他吧。又喝酒，你看他一边化妆一边喝酒，好厉害。这样混。 哇哦！大喝了，刚刚我都。刚刚喝完，这是新的吗？刚刚。嗯嗯。一半。厉害厉害。真的厉害。走走，快乐。要走了。不要他 cancel 我。干嘛？你拿酒啊？你拿酒啊？我不是像你，可以放在桌子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吧，我没有想到你说出来这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这个傻掉。 좀 있으면 이제 유명한 연예인들 많이 나온다고 그러거든요. 기대해 주세요. 이제 공연 다 보고 떠나려 그래요. 怎么样？今天玩的开心吗？下一次可以不 VIP 吗？啊，下次要看 VIP， 意思是很好玩的意思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可是要 VIP。 很值得一看，我不年轻了。对啊，你都30岁了。对，他们怎么有办法跳这样久？我腰好痛。全身都是了，全身都是了。不过今天玩的很开心，挺好玩的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到 water bar，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一来。所以大家也是有机会夏天来韩国，可以来这边看看。哦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对？你都没有听到，你笨蛋对不对？对。
对，这个。哦，笨蛋啊！哦，不对，太累了。太累了。刚开始吃东西吧。